Yesterday is gone like the tide. It's gone like the night. Th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sun is here to wash over you, to make you brand new, show you how to shine. And let's forget the things we can't change, the tears and the shame. We've so much to gain if our hearts beat for the here and the now. We'll make it somehow. Oh, what do you say?Hello， 大家好，是远见一东啊。今天我们在云林山庄，往云林山庄走去，开车不会到这个山庄。相信有爬过南湖大山的人就会认识它。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就是去爬南湖大山。那南湖大山是五岳之一，跟玉山、雪山、北大武、秀姑峦山并列。对，所以其实也不是这么好走，通常大家会走四天最松的。不过也是有人可以一天走完，可是那种人就是真的是有经过训练，训练对对。如果你想要走一日行程，拜托一定要把自己的体能跟装备这些你都要准备好，提升到一日的能力。对，你至少真的要多走过几次，你再去走你想要走的一日系列。因为再怎么简单的路，你只要是上白岳，其实白岳上面的变化的因素很多，是你不太能控制的。所以每一次要爬山前，说实在我真的会整整焦虑一两个礼拜，大家的体能状况，然后跟装备有没有到位，这些东西都是得去做足准备再上山，然后就是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没错，好，所以我们就走吧。好，走。真的是不小心踢到。正光山，这样走2.2K 会到那个两个登山口的交汇。来，这边是交叉点，大家要来回家的赶快哦。我要去做工了。请大家可以找摄影师留下。真的很舒服哎，那个坡度。可以这样子一路到南湖吗？没有那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吗？来，我们刚刚2.2，大概爬升是近500。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走5K 左右，然后爬大概400。对，所以会轻松很多。然后爬完到多加屯山再下去，会一个很陡的下切。就到了。对，就到山屋了。今天的行程就结束了。这个不是三角点吗？对 对， 對，三角点。来，它不是这边还有写一个，还有一个 QD 水利三角点。对，多加屯前山。对，还有后山啊。那应该是有竹装还是什么？其实我不太清楚。OK， 哇，好凉哦。好凉哦，2793。现在还有2K 要走一个小时，所以不要大家不要玩太久。好，我们要来看一下。收到。好，是的。来看一下大家体能状态好不好？是是是，好，进行解散。好，走，解散。好，不要带沙僧啊！走啊！快跑前进！攻山头，攻山头。
你们气很长，可是速度很慢了。这什么速度啊？所以我们要开始拍那个女兵日记。女兵日记哦，魔鬼女兵日记。我没空。这样子人家可能不想从军的。对，哦，当兵怎么那么累？抵达。11:07。对。我们刚好也走到了，也下雨。Nelly wants a storybook. She thinks dolls are falling. 有点一样，有点捧场的。这个不捧场的，都在流汗。流到干。大家都在削自己的东西。一轮吃按摩。我是一轮师傅。排队排队排好队。排队排队哦，大家排好哦。这群人是怎么回事？来来来，收钱，我来收钱。我以前在学的时候都是这样自己打工，自己赚钱。海童学乐队。听到这个摄影师呢，一个在哀嚎啊！这样子，你动作很好笑哎！哦，是哦，这很轻很舒服，不是，这不是很轻很舒服，我是说这种东西很轻很好背，这样子。它其实也可以滚脚底，蛮有感觉，很痛。哎，舒服哦。我觉得滚脚底超痛，好像舒服。那还有吗？没了。还有。蛮不错的，真的很棒。还有，这个还有，巧克力蛋糕，一搭回来一不然尬气啊。借用一下啦，真的好用。哎呀，可是这样，如果说整个人踩上去好像扁掉哦。不会扁掉。它还蛮硬。但你会痛死。他还蛮硬的哦，你踩呀，你整个很痛哎，不会，好舒服，也是好舒服哎，那好像那个什么，那个肩膀你是抖哎没换哦，这明明是超痛，超痛啊，就是要舒服啊，不会真的，因为我觉得喜欢脚底按摩，我喜欢脚底按摩，脚底按摩，按摩，我终于知道那个路人到底是什么哪里来的口音了，来，火凤凰。火凤凰十公克啊，没有，应该没有，超轻的，比一个铜锣烧还要轻的，比铜锣烧啊，对，铜锣烧还蛮重的，可是铜锣烧可以吃的，对，铜锣烧不能按啊，对啊，来啊，铜锣烧那个铁，电光王呀，给，铜锣烧不能按，哈哈哈哈哈，麦当劳，铜锣烧有疾病啊。
对啊。现在在云龙山屋，等一下就要吃饭，吃完饭要早早睡觉。嗨，在山上能吃到这个东西不容易耶，真的不容易，这个、而且都特别好吃。借我、啊。你就多装呗。好，多装一点。香哦。在这里吃到最爱吃的茄子。She is reckless, throwing dollars in the wind. Now she hears the landlord knocking at her door. Just an orphan, never knew what daddy's name. And her mama passed when she was only four. And now she's in West Virginia. 然后我们今天是1:30左右起灯，从云龙山庄起灯。那通常人家走2天1夜会排在那个神马镇，可是因为我很不喜欢负重，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找搭伙。这边的搭伙只有服务云龙山庄跟南湖山庄。那如果你要直接上南湖的话，其实你可以在山下就直接找住宿，所以跟大家讲，这就是给大家参考啦，给大家参考一个，如果说你想要排2天1夜的行程的话，那2天1夜的行程蛮硬的、哦，真的，很硬，我证明，真的蛮硬的，因为通常你要走松一点的是4天3夜嘛，那3天2夜可能会蛮适合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对，可是也是会累，所以2天1夜是适合运动过度的人。小小过动的人，对，那其实我身边还是有那种一天的很多人，对，很多人哦。有机会我们在边走边聊一些我对于单工单灯的一些想法。拜拜。然后他现在走到那个另外一个，说那个我根本看不到的地方会有一只水鹿，然后在吃草，然后还尿尿啊什么的。我到了 P 图，P 水鹿，然后。他的前方在里面，好吧。他的前方，我知道他们讲的那颗石头，但是我根本啥都没看到。走下来，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看到了吗？超明显，看到了，看到了，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在做梦。很大只哦，就跟还是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南湖比特犬。来上坡聊单工单灯这件事，我们不能下坡聊吗？不行，下坡要跑的。好啦，其实我个人啊，以我的立场啦，我不鼓励，但我也不反对，因为我就说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脚步跟节奏，有些人可以负重，有些人没办法。我因为我个人是对于重量这件事情，我都会一再的提醒。我应该出门前，我应该提醒了大概超过10次吧。有、oh. ，然后对，所以就是吃的、喝的，然后装备的准备，就是你急救的东西一定都要有，就是能够让你保命的东西。那接下来是体能上的训练，所以你还是得去先走几座山，比较轻松一点的，然后去测一下自己的底线。对，然后切记停损点。关门时间点一定要自己设立好，因为你的时间点你已经走到那边已经这么勉强，或者是已经超过一点点了，就代表你后面的体能上是有问题的，对，所以要注意啦，就是尽量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这样。风盛0.8K， 耶耶。哦，我们的队友已经走上先走往前走了，走。Love herself tonight.
had boyfriends, but none of them could hold her down. 我焦虑了好多好多天，能够大家平安的一起到，然后也在时间内，就是你才焦虑几天而已。我上来了。我说你画现在南湖大山，我就开始焦虑。我有焦虑，我爬不上来，然后我就开始一直不断的训练。对，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摄影师背后是真的很辛苦，就是呈现给大家好的画面，其实背后是付出很多的努力。差点就嗨了，大家好，我是人。没有，我们今天要做结尾，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今天的目的地山顶。对，刚刚我的队友很好心，他就说，来做个结尾的时候呢，你就跟观众们说，来背景跳一座，下次爬。然后我就看到有中央先的，我害怕，我腿软，别闹了。我们上个礼拜在武岭，上上礼拜在那边。所以这边真的，这个礼拜这边，下礼拜想办法弄去哪里？下礼拜。好了，不要想了。下礼拜放假。白姑大山，开玩笑的。要放假，真的要休息，就是运动归运动，还是要适度的休息。对啊，好啦，那我们就是完成今天的南湖大山，真的是很美的。超级美的，我现在看，但是真的没这么容易。这个不容易的，我就不会跟你们说，新手也可以来，然后很轻松，好吗？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真的要有一点体能基础，然后不然就是你时间排长一点，对，不要走那么赶，对，这样子才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对，好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按赞或分享，跟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对，走一步两步哟。快升天的感觉，又一堆上来了。哇，30分钟，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这个这么小块。好了，北峰虽然不是白月，但是也是可以看一下它的展望。一轮上庄上神马镇，真的很陡，我都不知道我昨天怎么爬上来的。我觉得怀疑我们昨天真的走这个路吗？陡下坡其实跟你上坡的速度差不多，对，所以你不要以为陡下你以为会很快，因为你脚其实会蛮，因为你要一直刹车蛮痛。继续下吧。你今天在干嘛？那姿势很怪呢。对啊，跟你说，真的是上坡省力术啊！上坡省力术，是什么阿哥？是乱发明的。你知道这叫什么术吗？下坡保护膝盖、脚趾。你给我讲嘛！你给我讲嘛！下坡膝盖、脚趾保护术。结果发现自己的东西都没有吃，一直吃别人的。来，你知道这叫什么树吗？什么树？背包轻量树。要教坏。我跟你讲，小爱哥为什么包包这么重？大概有6公斤是重保养品，没好处。5公斤的面膜。最近我在想说，骑车啊，就是骑一日双北啊。嗯。然后。我就觉得北日双北超难的，
结果我才刚讲一日双北这件事，就是他的那个脸书的涂鸦墙上，就在打卡。哦，他跑一日北横，真的是就是我是有一个传说中的就是有这种朋友。你这种传说中的朋友到底有几个啊？就是随便就是去，比如说单工大小霸啊，然后怎样、啊，山路上捡都有就对了。他分享我的那个鱼老大满贯，嗯，他鱼老大满贯想用跑的，我可以确定这个人不太正常。加一堆朋友，他的朋友一堆喊加一，我的那个心中的那把尺已经被破坏，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正常。那个是我传说中的朋友，好啦，他们要爬一日南湖，我们刚刚前面讨论过那么多，就是有这种人存在。以前我不太喜欢住山屋，因为山屋会蛮吵的。然后我就想说，这只耳机既然它的隔音效果这么好，那我就干脆把它带上山，而且它又可以当行动电源嘛，所以刚好手机可以充电，然后耳机就是当耳塞用这样子。你只要大概开一格的音量，你其实就听不太到外面的声音。所以说，这个东西带上山也不错，就是小小的补充啦，因为刚好有用到。